找的这个板子，你们说干嘛用的吗？刚刚一个废板的哈，看一下我这个座椅，已经给那个，看那个座椅已经贴在那里，给平安已经咬坏了，又没办法，现在把这个板子塞进去，他就没办法再去咬那个东西了。哎，天哪，什么车也顶不住啊！这样子，大家好，我是铁牛，看一下我身后这个宝宝，我们几年不见了啊！这个宝宝几年不见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的哈？看一下他多乖啊！来吃饭呢，拉登，拉登你大一点，你吃这个，来，这个是你的啊，对。啊，你看为什么会长胖？吃饭都是胖着的，啊，吃饭都是胖着。芒果呢？芒果，对。于总又买了一大堆的菜回来了啊！采购，疯狂采购啊！这个你们知道这是给谁吃的吧？啊，阿哲，你知道这是给谁吃的？啊，给小狗吃的，厉害啊！拉登，等一下吃苹果了啊！知道吧？我洗一下先，洗一下给你们搞啊。这个是平安的，我们看一下平安的吃苹果的感觉啊。来，芒果，来你吃一个苹果。这给了他不吃，哎呀，这给一块，我刚刚的。对，拉登吃一个，不吃啊？嘿、哎，来，芒果也不吃啊？是英国的呀。来，大狗，那你都不吃，好，那不吃不能浪费了。看一下我们那两个吃吧。哎呀，来你的苹果，看一下。啊，我就知道你吃。还有你的苹果。嗯，这两个是吃苹果大王啊！我知道你们喜欢吃，今天买菜就给你们买了。啊，还有平安，你看，对苹果是热爱的很。平安好吃吧？你看。你又在里面施肥了啊，你在里面施肥了，你看它施肥没关系，我等下给你弄吧，现在搞块板子挡在那里，没办法，它连那个板子都咬了。我现在真的佩服你啊，平安啊，你看它吃完了。平安真的太棒了，萝卜苹果狗粮有啥吃啥，好养，吃得津津有味，继续吃啊。嗯，芒果的话呢，跟那个毛孩子关系特别好。这个我们有几年不见了啊，他仍然还记得我啊。这个我是很喜欢他的，你看他跟芒果关系特别好，芒果跟他的性格是吧？看见阿哲在收拾他的豪华别墅哈，我们来进来看一下。户外，天哪，你这个豪华别墅啊，我们就在这里面看一下吧。那是一个气垫床，哎呀，你看这个下面蒙古包啊，太漂亮了啊，空间也很大。这个就是露营生活，这个、可以摆下两张那个、啊、两张那个双人床，双人床啊，还有那个地方你看是有壁炉啊，如果是冷的话可以烧那个炉子，冬天可以烧取暖炉啊。真的太棒了，这个。哎呀，来、哎，好了好了，来、哎，好狗，过来，拉登，哎，好狗，看一下平安吃苹果，刚刚吃了碗又吃一碗，拉登别走了，拉登啊，对，你吃苹果吃的好香啊啊。乖啊，芒果！哎呀，谁要你的石头啊？好狗，那灯真乖啊！啊，有要换个地盘，
这个草地里面真的是特别适合狗子他们在这里玩啊，让他们自由奔跑。你看平安为什么可以长得好的原因，平安真的是啥都吃，萝卜、胡萝卜、肉、狗粮都没问题。现在吃完了就去玩去了啊，他们四个。我觉得狗子这种状态是最好的，吃完让他们散散步玩一下。这个拉登呢，就是拉登过来，别走了，拉登过来。拉登真是一个很乖的毛孩子啊，你看他他就守在家里面，他不贪玩，他的性格特别沉稳啊。这个狗子我跟他认识也有2年多时间的，曾经也是一只流浪狗，现在过着很浪漫啊，很舒适的露营生活了。拉布拉多很容易胖，芒果好乖。平安过来哦，过来 ，come on， 平安过来，平安这里 ，come on， 好乖，来了，好狗，真棒呀，好狗，真棒，好狗，来，乖乖乖，哎，来，哎呀，好狗，哎呀。好狗真乖啊！看一下拉登，拉登真棒啊！狗子啊，真的是特别懂得感恩。这个狗子我以前喂过它，你看，2年不见了，它还记得我。平安过来，哎呀，你们两个，拉登乖，哎，好狗，真棒，坐下啊，拉登乖。那等叫他定他就定，这两个呢就在这里玩耍，吃饱了，那狗粮还没吃完呢。从小到大就是这种。石榴啊，你看好懂事，不让他们打。他是最爱他的石头，啥都不爱，就爱石头。拉登啊，拉登，拉登坐下，拉登，坐。好，拉登，对。好狗真棒，哎，真棒，拉登真棒，哎呀，对，好乖，来握手，来握手啊，来嘛，哦，来握手啊，真棒，你看真棒，乖孩子啊，你看狗啊，真的有时候比人都要讲义气啊，对吧，咱们2年呢没见了，他还记得我，真是。哎呀真乖，哎呀哎呀，你看少叫了，哎呀给我少叫咯，你看，哎呀，这样的毛孩子谁不喜欢呢啊。好了，干爹去给你买肉吃好不好啊，啊买肉你吃行吗啊。平安啊是第二个石榴啊，咬草你看疯狂咬。疯狂的咬哦，好狗真棒呀，来看着这里，来去吧，快点，对，拿了，快点拿过来，拿过来呀，我听到传来了谁的声音，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，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，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声音